前店，。最熟悉的就是雷锋班长的塑像，第二熟悉的就是这边的旗子，啊，但是这两件东西就是雷锋班一代代传下来，这个房子是吧，床，周围的环境都比我们好。因为我最感动的还是现在雷锋班的战士们精神头非常好。一瞬间我的眼泪都差点下来了，不单单是他们取得这个成绩，更重要他们在对雷锋军的理解又有新的升华，而在行动上他们也有创新。在这个班生活过一次，一定会永远是个好人，也一定是一个有思想有能力有实干精神的。